好，那么针对总统府认为柯文哲未来将为此事负起相对的政治责任，今晚稍早，柯文哲在邓丽君纪念音乐会前接受记者提问时表示，要回去想想，下个星期一再回答。啊，谢谢大家，我们要马上开始，好不好？谢谢你们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问这个东西。那你再让我想一想，好不好？今天先放点啊。拜托拜托啊，媒体大哥、媒体小姐，好吧，我们就开始了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是演唱会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